猛虎咆哮，你肯定没见过的创意年画，一套包含外框和防尘亚克力板，再也不怕积木沾染灰尘啦。整体以国潮年画为主题，右边是山脉之间的潺潺流水，代表着生生不息。老虎在正中间，又憨又萌，太可爱啦。左边种植着生机盎然的松柏，代表坚毅和积极向上的精神，背后预留了孔位，不仅可以作为摆件，也可以装饰在墙上哦。不仅颜值在线，设计也别具一格，好玩又实用，非常适合送朋友哦。